调超下照张万年。上双脚点开，两半半步立吊摆，殿前金山相对对，千里拥有个应不猜。寡里国号正是大宋，而我着空音顶起大号啊！自寡人登基以来，相是相冲比喻，下来众卿扶持，令地方调有顺，国泰民安，首都归库，马红南山。回想当年，寡人被登基大宝时阵，点在朝阳秋为主。论真地因差阳，伊当寡人调公因三年，三个人结拜，照杨秋为主，啥人会当当真是怕死不归命？到西北国所在，要来取三粒的人头，哪知影？我到西北国迄时阵，将兵马要来追赶着伊我。我拼在四家村，伊同四妹双人有婚约，四妹生做是翁仔道主，伊替我疗伤到伤魂了后，两个人有一段情，也有讲起，确实讲寡人也会当福运透天食，我要挑选为妃这件代志。哪知影事隔多年，我也回转过来。迄个时阵，兵马伫要对了，花园所在有一只的雌龙。哪知影，我来惊一声，原来雌龙下了后，吃了着伊的左眼。本真啊，雌龙的左眼。就是过万岁的关系，哪知影我福运透天，灵机灵机大宝。然后我拼在观音庙寺，吃白鸡，起红鬼。这个晚上安眠大汗，我福运透天，灵机啊灵机大宝，上条江山，白银也有一半。不过皇帝个性猛虎，家天不捌字，所以登基由寡人登基保卫。自从我登基以来，也四处走衰，这是兄妹四娘四妹呀、啊，一直拢找无伊的灵影，处处休得。我记早调调伊国书对上。又是过寡人低子儿，太叔啊，何叔，吃瓜，你呢？水子上帝哦，你呢？叔，心中有事情，你天照不明。天家平息，速遁宇宙。可是天家无止提调，来到金家，莫非有故事吗？继续奉上见你，微臣来声中，但是啊，一男一女，名叫四娘四妹，是，要来见奉上。我速速抓到金銮宝殿里来，是安尼是，是，但不知您在哪里？我调问我，替寡人传下旨意进金界。禀子传旨啊，
是用是话，尽力义家。阿姊，你是说特马比哥？你出山当时点红的？不是，我宁愿分红，真老鱼啊！季红香，陈陛下，彼男彼女叫做四娘四妹嘛？不对，因何见着官人不敢沾面？无子不敢的，树林太条了，我来。官相说，他是四妹啊，官人与你讲下婚姻。苏东时，甲你约婚姻也已经许久，一直无派人回叫向你迎娶。那是寡人各事繁忙，也找无恁兄妹人影，所以才会迟迟无到位呀。快当怎样哩找出时机，算着各事繁忙，当年李露苏锦接时福啊。今日阮兄妹亲身打到，也算是破镜中。是安尼是，那安尼是妹，你无见怪寡人吗？那见怪。那安尼听起来，寡人良心大义，同你为做桃花生机哦。